我们聊聊吧。你是说，你手下的间谍一个也没回来？恩若斯随时可能进攻，我们需要答案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麦格尼正在赶来，还带来新的顾问，他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我们。 圣光在上，又是新顾问。穆西昂，安杜因，好久不见呐！你，哦，受不了！哼，这是我罪有应得。你犯下的罪可多着呢。我父亲他就是被你给害死的，而我父亲则是。 被古神害死的，小伙子，他是来帮忙的。大地守护者奈萨里奥曾经捍卫艾泽拉斯，但恩若斯害他陷入疯狂。如今，大家只记得“死亡之翼”这个名字。我一点都不想要步上他的后尘，所以才钻研该如何抵抗你。 只要告诉我怎么备战就好，我们军队一点用也没有。恩若斯会攻击这里，他能操控人的情绪，让人做出违反本性的行为。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官、你的记忆，甚至你的盟友，到最后，你会分不出虚实。 因为你连自己的心智都没办法信任，安杜因，明白了吗，老朋友？已经开始了。知道了，顾问大人，告诉我，怎么阻止他？ 这是我的荣幸。再见。这些岩石里藏着许多故事。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。正在存取设施资讯，名称奥迪尔。 正在存取设施资讯，名称奥蒂亚。它怎么了？无法判定停止运作的根本原因。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底。 为世界而战，勇士在这里，我好像找到霸占起源熔炉的祸首了。你好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得去重新启动泰坦熔炉。我已经很久没拿起战锤了，重新上阵的感觉真好。入侵者，你竟敢用血肉诅咒亵渎这里！ 你不可能抵抗阿玛赛特！污秽者，看来我们得强行闯过去了，上吧。
奶奶，看到那几个雕像了吧？阿玛塞特一定重启了熔炉的防御机制，我们得先关掉他们才能通过。控制装置好像在下面。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全部都搞定了，继续前进吧。入侵者，起源熔炉是我们的。看守者还没准备好，我需要更多时间。敌人已经攻进来了，快启动它！侦测到未授权生命体。进行进化，啊，感觉不妙。
破坏。阿玛塞特造出了自己的看守者，之后再来烦恼这个问题吧。走，我们搭乘升降梯前往主控室。耶，可恶，镇区的能量被切断了，我得把能量导引过来。有事，往这边走。你看，这里有几个控制装置还是好的。只要我们弄清楚升降梯是哪个控制的，就可以把能量引导过去，让它恢复运作。这个就是控制升降梯的，在这边把能量重新传输过去，就可以恢复运作。就是储存熔炉简单的地方。
人。哦，慢慢往后退，千万别碰那个。这样应该行了。受诅咒的血肉，你们不配使用泰坦的赠礼。你们已经亵渎这里太久了。屈服于阿玛赛特了吧。你们一再让泰坦的心血受到危害，我要把你们烧成灰烬。我受够了你们的诡计。我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如果恩若斯的手下进入起源熔炉里，那情况会比我想的还糟。我们得加快速度，快点。
升降梯好像恢复运作了，控制室应该就在三楼。总算到了，好，我来联络新知识。收到连结，请确认厄运实体是否已被消灭。我们是解决了，但来不及阻止恩若斯毁损熔炉。了解，启动能量终端机，开始重启系统。收到讯号，错误，无法存取主要能量导线，需要直接连线至新知识回路，以艾泽拉斯之心连接主控装置。37%的运行效能，37%，那样根本不够好好保护艾泽拉斯。是的，需要额外能量来源，检索合适的替代方案，请稍后。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啊，勇士。我代艾泽拉斯发言。我先回去新知识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不能让起源熔炉再落入敌人手中，要不计一切代价保护他。你需要兰姆卡涵的帮助吗？人看来不是只有你们来访。我们关于阿玛赛特的情报不多，只知道他们相信自己是泰坦杰作的唯一正统守护者。他们认为其他人都被血肉诅咒腐化了，因此是造物者的敌人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熔炉。西边也出现了敌人，恐怖的怪物在沙漠之极，数量非常多。我们怀疑他们是从安琪拉来的，但是他们跟任何我们见过的奇拉虫群或异种蝎都不一样。糟糕的是，我们的牧师深受梦魇所苦，他们看见城市烧成灰烬，人民自相残杀。我担心这些幻象只是预兆，之后会有更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必须为灾难做好准备。有什么消息吗？很显然，莱姆卡还无法独自对抗这些新的威胁。我在此向今天出席的各位提议，大家团结合作，保卫我们的家人。没想到会遇见你。陛下，讲真的好吗？我拒绝跟这些狐群狗党结盟。你必须服从国王的才是。所有任意为奥丹姆而战的人都是兰姆卡涵的盟友。法欧瑞斯王，废土漫游者会与您并肩作战。有什么消息吗？算探险者协会一份。很好，
让我们一起消灭威胁家园的敌人，为了奥丹姆。你最好有重要的事要说，说明你的来意，消灭所有胡杰洛斯。你好啊，冒险者。旅人，再会。别浪费我的时间，有话快说，别闲聊。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敌人袭击奥丹姆，我们一定要驱逐这些敌人，尽可能地击败他们，但要专注在主要目标和敌方勇士上，才能造成最大的伤害。你说吧，兰姆卡汗与你同在。结束了，你成功击退了敌方军队，准备好就可以回到兰姆卡汗。让起源熔炉恢复能量的办法，尽快到新知识找我们方案吧。起源熔炉运行效能低落，建议从其他相容的泰坦设施导入能量。你好，认真点，我一直在等你。熔炉都已经全力运转在保护艾斯拉斯，我们还能去哪儿取得那种能量？根据设计图，纳拉卡莎引擎可以和起源熔炉相融。就这样吧，看来我们得跑一趟潘达利亚了。下次见。一直即将好啊，朋友，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勇士，一定要拯救世界。勇士，艾德拉斯之心吸进了一股来自大漩涡的强大能量，变得前所未见的强大。这些岩石里藏着许多故事，认真点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。勇士，我在宝库入口等你。正在存取幕后资料库，你好。你要进行实验吗？正在存取幕后资料库，你好。小心点，英雄，有个魔鬼还活着。你好，伟大的代言者，我想和你谈谈。什么？好吧，这还真是罕见。我们必须动作快，螳螂人就要……愚蠢的魔鬼，宝库现在是女皇的了，你的朋友会跟你一起死。我们从此生生不息。
哎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去找我的氏族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。如果这个魔骨的氏族也跟他一样的话，说不定他们会愿意帮忙。我对魔骨氏族的福音一窍不通，不过博学行者阿宙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我去知识之座等你。啊，勇士，潘达利亚出现新危机的同时，英雄总是会帅气回归。这一定会变成流传千古的故事。闲话不多说，你需要什么吗？你好啊。散会。如你所知，复活的雷神在之前重新统一的魔骨氏族，在他落败之后，魔骨分裂，开始争夺权力，许多新的氏族在争斗中出现。或许这个符印是其中一个新氏族的，我们先从这本蛟龙大师开始研究吧。参天氏族能控制风暴与云霄的力量，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最强的氏族，虽然也有人不这么认为。不过我没找到跟这个神秘符印有关的东西，说不定这本鲜血动力会有答案。多卡尼擅长使用鲜血魔法，他们用敌人的生命精华催动战争机器，靠强大的机器来巩固自己的军队。看起来跟这个符印没什么关系，你找找看，时之意志。虚无吧。巴鲁克固执又骄傲，他们会利用死者的灵魂来活化废墟里的雕像，把雕像变成不朽的士兵。这本也没看到符印，还是说我们根本就没遇过这个魔骨氏族？等等，还有一本书可以看看，帮我拿《魔骨起源》过来。原本魔骨是泰坦的建筑工跟守护者，那些服侍至高守卫者莱宫的魔骨名为莱加尼。厉害，这个符印跟莱加尼的一样啊！难道这个古老的氏族复活了吗？那莱宫呢？潘达利亚，欢迎你。睁大双眼，不断学习。问他宝库的事情，祝你顺利找出魔骨。你找到莱加尼了，太好了。希望他们会放下长矛来跟我们沟通。站住，外来者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这样对艾泽拉斯的代言者说话是否太失礼了？代言者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你所见，螳螂人开始聚集了。没想到他们这么有勇气，敢入侵魔骨山宝库，下一次入侵周期应该没这么快才对。一定是他们新女皇下的命令。同时，赤红回报说，北方有大批魔骨军队集结，是在雷神被击败以来
第一次达到这种规模。金莲会疲于奔命的情况下，魔国显然会认为这是征服恒春谷并奴役其居民的好机会。最让人不安的是，虽然恒春谷的煞已经进化了，却仍然弥漫着一股真实的恐惧感。至高守卫者提过一个迫近的威胁，说我们将无力阻止，我没办法化解他的担忧。也许你会有办法。绝望吧，万物最终都会被吞噬。你只是在延缓注定会发生的事。我尽力了，但怎样都说不动他。这么巧，我们的起源熔炉正需要协助，就刚好找到了当初安装熔炉的守卫者。你先走吧，我来跟他沟通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黑暗帝国居然入侵了恒春谷，动作快，否则我们就完了。时间不多。哦，原来潘达利亚的所有泰坦设施都是相连的，太有意思了。都快要世界末日了，还在发什么呆？出发前往蘑菇深宫。蓝宫说秘密通道就藏在深宫底下，我们要想办法下去。哼，雕像动起来了。这些守护者通道也就开了，我们走。小心你的脚下，蘑菇最擅长设陷阱捕捉粗心大意的入侵者。那个开关可以打开前方的道路，
踩地板的时候要小心点。是隐藏的楼梯，看来它是通往底层的，我们去找那条秘密通道吧。背包满了，艾泽拉斯发言。看不出要怎么开这道门，附近一定有开关，我们找找看吧。看样子必须拿东西压住这块地方，门才会一直开着。对了，就是雕像。英雄，你的脑筋真不错。这样就行了，哈哈。来看看这条通道会到哪里。应该带支火炬来的。我已经很久没走这么远的路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好像到了，快去找引擎。我的艾泽拉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入侵者闯入宝库。不连火岗。深渊之主回来了。我早该猜到唐狼人跟恩若斯联手啊，他们打算要火化宝库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拿不动更多东西了。
背包满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好吗？我开始担心你了。不过我们现在得专心处理引擎的问题。来吧。仪式失败，女皇会杀了我们。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他们。
们，太迟了。看看那东西有多大，瞄准要害。可以用那个控制台让我们连回新之室。远端连接已建立，等待回路完成。小姐别猴急，这玩意儿可没不说明书。嘿，好痛啊。等等，这一下子我懂了，连接动力回路。这是什么？有意思，我先记下来。母亲大人，我们好了。收到，重新输送能量至起源熔炉。我们办到了。熔炉开始吸取纳拉卡萨引擎的能量了，而且我好像从资料库里找到了能对付恩若斯的东西。走吧，我们回去找至高守卫者。代言者，你的发现很有意思。要是魔骨知道怎么集中熔炉能量的话，或许我该亲眼瞧瞧。尽力而为。为何呼唤我？我上次看到起源熔炉，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巨愚者，引擎就交给莱加你保护。遵命，至高守卫者。我会带大家到新之室，过程可能会稍微。颠簸。真是壮观的设施，看起来像阿扎达斯的工艺。奇怪了，我之前都没注意到它。是啊，要不是艾泽拉斯亲自指引，我们也不会发现这个地方。你好，为了艾泽拉斯，一定要拯救世界。母亲大人，你能教我们怎么把熔炉的能量集中瞄准恩若斯吗？好的。可以透过远端三角测量来精准执行起源协定。
需要靠近污染源，才能成功部署校准后的定标锚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勇敢地深入黑暗帝国中心，把锚点设置在靠近恩若斯附近的地方。只要踏进那个受诅咒的地方，就会陷入疯狂。总会有方法的。其他人处理熔炉吧，奈奥罗萨的问题就让我来想办法。小伙子，我不知道你想怎么做，但好吗？我们启动熔炉吧。这些岩石里藏着许多故事，认真点。从纳拉卡萨引擎重新导入能量至停止运作的系统。发生错误，找不到离开程序。起源熔炉正在恢复完整功能。警告，侦测到异常现象。异常现象？怎么可能？为世界而战。感觉不妙，我回奥黛姆跟你会合。勇士，这种异常现象，看能不能找出它的来源。协会需要我了。探险者协会感谢你。看看这些阿马赛特在搞什么把戏。看起来没什么异状。我代艾泽拉斯发言，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。小心，天花板要塌下来了。入口堵住了，母亲大人，快把勇士传送出去。错误，无法找到适合的撤离目的地。那就把他们带来我这里。英雄，我们外头见。锁定代言者单位，开始传送。真是不太舒服啊，我们走。你看，在沙尘的对面，那个东西一定就是问题的源头。不，已经开始了。勇士，你一定要抗拒恩若斯的影响，不能陷入疯狂。母亲大人，能把他们带回星之室吗？启动撤离程序。刚才是恩若斯造成的吧？我从没见过像那样的东西。那是他理想中的未来化为幻象，是黑暗帝国的缩影。我说过，奈奥罗萨的问题就交给我。看来现在是个好机会。
时时保持戒备。我会在黑石山外跟我的特务会合，到那边等我。太不可思议了，看样子他们启动了某种太阳能量装置，它到底有什么用途呢？你看，他们在重新组装那些破碎看守者。原来如此，好多古物出土了，这里简直是探险者协会的宝地呀。你好啊，这是个相当古老的石碑，帮我把风，我来试着解读这些记号。这里说阿玛赛特曾经居住于我们位置下方的古墓，也就是说附近一定有更多他们的古墓。好吧，该上工了。发现什么有趣的？这边的看起来比较新，我需要一些时间解读它。又发现什么有趣的？掩护我，我要解开这个谜题。糟糕了，阿玛赛特打算把艾泽拉斯整个归于起源，来消灭恩若斯。你有新的冒险吗？这片沙漠藏着什么秘密？我们被压制了。阿玛赛特已经进到熔炉里了，希望我们还来得及。该死的蠢蛋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你将被净化。古神的腐化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，一定要净化一切。依照泰坦的指示，重新塑造万物。灭亡。看样子阿玛赛特认为我们跟恩若斯一样，在他们的眼里我们都需要被净化。我们回莱姆卡汗碰面吧，不过我要先记录这些新发现。你好啊，这片沙漠藏着什么秘密？看来恩若斯领先了我们一步，现在没时间哀伤了，我们必须继续前进。恩若斯的军队占领了奈法利安的巢穴，动作快，他们会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。从主人就准备受死。他们对这些龙造成很深的伤害。啊，恶名昭彰的黑龙王子，很荣幸终于见面了。这是你已故同胞的造物，别担心，他的心血没有白费。这些教徒打算继续奈法利安的实验，
我们要阻止他们，消灭那些进行实验的人，我来破坏那个屏障。教徒改造了炼金实验室，把幼龙当作实验品，去阻止他们。这些失败的实验品变成了那头巨怪的养分，勇士，去为他们复仇。再努力都没用，奈法利安真正的力量就要属于我们了。勇士，回到我身边，这道屏障比我预期的更坚韧。哦，完成了。我们终于有幸能见到黑龙王子本人了。黑龙军团不配使用主人的赠礼，但是你或许还有些利用价值。让仪式开始，主人召唤我前来奈奥罗萨，王子的伙伴就交给我们的低等生物祭主。小龙，就连你父亲都无法跟古神对抗，你哪来的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成功呢？不，够了，我跟父亲不同，你休想摧毁我。黑龙军团会把你的主人赶出艾泽拉斯。放肆的龙，你们全都要向艾若斯屈服。勇士，跟我一起为这件事情做个了结。我低估了古神对黑龙军团的掌控，我能做得十分有限，看来不足以对抗他们的力量。我不会让我的巨龙军团再次受到腐化。奈法利安和奥尼克西亚的残骸必须被摧毁。残骸后取回他们的鳞片，至少那些鳞片对保护艾泽拉斯来说是有帮助的。
勇士，我把鳞片交给你，回到星之市，这样我们才能用鳞片对抗恩若斯。勇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下次见。启动。这件披风会保护你不受恩若斯的力量影响，但这个防护不是永久性的，不要拖拖拉拉。越深入恩若斯的幻象，他的影响力就会越强大。就算有了披风，你的理智还是会渐渐腐蚀，感官会越来越不可信任。小心前方的生物，它不只会攻击你的身体，也会影响你的心智。幻象一定是围绕熔炉建立的，修复熔炉或许就能终结噩梦。前往主控室吧。
勇士，你看这个控制台，恩若斯并不想摧毁熔炉，而是想要腐化它。你为啥召唤我？你太迟了。母亲大人，你能把我们的勇士带回星之室吗？我们还有很多事要讨论。已启动传送装置。你相信我吗？我希望有机会保持戒备，能跟你进一步讨论这件事情。有话直说吧。黑龙军团会将功赎罪。这场噩梦成真，好好探索这个区域，但是要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继续探索幻象。准备行动。你来有什么事？时间宝贵，我一定要找回先父的荣耀。感等级正常，启动再会程序。起源熔炉原本的用途是要根据泰坦的设计重建艾格拉斯，但如果恩若斯孵化了熔炉，他就能使用归元程序，把艾泽拉斯转换成黑暗帝国。在你进入奈奥罗萨前，我们要先强化披风对恩若斯的抗性，然后利用恩若斯的计谋来对付他自己。
你相信我吗？下次见。你有事要跟我讨论吗？索尔被恩若斯的低语逼疯，相信元素对他提出的警告，即将发生只有古神才能阻止的灾祸。实时保现在全奥格玛居民都喝下了恩若斯的血，部落成了残酷嗜血的征战机器。勇士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一定要找回先父的荣耀。门将开启，畅行无阻。那个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？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。沉睡之城即将苏醒，黑暗帝国就此重生。我们受到攻击了，保护新之士。如果莱公是被拉进奈奥罗萨，而恩若斯的幻象实现了，那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你好，为世界而战。要进行实验吗？一只即将离开，我们得救救他。母亲大人，你能找到其他进去的方法吗？收到，搜寻星球表面相关异常，侦测到混合能量讯号，地点恒春谷。果然是泰坦熔炉。莱公，再等一下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我代艾泽拉斯发言。认真点。你有事要跟我讨论吗？艾泽拉斯正面临多重危机，